大家好，我神奇的灰白。这两天也是，一直是在网上，我也只是找这个，横店那边，这个租房的这种信息啊。但是，网上居然没有，就是说那个 APP 那个软件里头，租房软件里头居然没有横店，没有浙江这个的信息，就是说那个地区就没有入网，让我觉得很有点。凉凉的这种感觉，心里有点凉。哎呀，这是看不出来那个那儿的到底啥情况。你像别的地区啊，什么四川呀，什么苏州呀，什么这种，哪怕石家庄都有，就是说这种地方都有这种入网的那种租房的那种信息都能看，但是就这个横店没有。我现在都觉得，是不是横店其实也算一个挺落后的一个地方？然后在网上看那些，又是关于这些横店的这些视频啊，确实是，好像也能从侧面听出来，横店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小村庄的一个地方。但没办法呀，必须要去啊，那边那个地方，我觉得能实现自己的一些价值吧。从昨天开始，包括今天，我又看了好多这关于横店方面的这些视频啊，当然也搜到了好几个这种，拍横店视频的 UP 主，他们在里头有的是在跟组，包括制作一些道具啊什么的那种，有的就是说穷演，有的是那种就是当穷演了没有接不到活的那种日常的那种生活状态，有的就拍那个吃饭的那种。其中有一个好像是说要离开这个剧组了，怎么样？然后后面刚开始听的还挺感兴趣，就是说他说的那些什么有点落寞呀，我还安慰人家呢，安慰到最后来一听这个什么他错了，什么那种给道歉什么什么，最后好像是跟一个女的好像谈恋爱的那种，我靠，我就觉得一看就看不懂。一个谈恋爱的状态，你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在外地，我就觉得让我看的就好像有点不务正业的感觉，真的有点浪费那种，浪费那个感情，浪费什么感情呢？当然不是他与这个女的谈恋爱的感情，浪费的是那份出去的那种感情，对不起自己，对吧？当然可能好多人去横店也不是有梦想的那种，真的没有看出来有多少有梦想的人，刷了好几个都是那种。让我看来，那都是那种临阵脱逃的那种。当然，我不是批评他们，我觉得很正常。这种，毕竟好多这种苦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吃的，我觉得。但我觉得好多，我觉得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横店啊，这个，我觉得一些浑水摸鱼的人，我就觉得不要去了，就那种感觉。好多人其实去了。到最后又回来了，说什么那种衣服脏，对皮肤过敏啊什么的，就又回来了，感觉好那啥呀，感觉好那啥呀，我会不会失望呢？就是说，其实我去，我想要去横店，有个最大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我能认识一些有志同道合的人，有共同梦想的一些人，我其实是想，你说你一个正常的人啊，你要是想从横店去想去出名，就是当明星，这不太可能。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。我想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我想的有一点点创业的这个苗头，就是想法。最开始有这么一个想法，就是说什么呢？找几个吧，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创造这个东西，创造这个剧本，然后几个人一起演，就像开心麻花一样。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几个人开始演，当然人家们演这个小剧场开始挣钱。那么我觉得演小剧场不太可能，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比较不专业嘛，都是这种业余的，这个从这个业余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可能思想上的觉醒啊各方面，觉得应该自己做这个东西，可能对生活有感悟。但是你要是演小剧场的话，我觉得条件不允许，各方面就是。肯定是不太可能的，但是你要是拍视频的话，比拍一个高，
就是简单的视频高一个档次，我觉得还可以的。就是最起码拍一个有剧情的一个东西，20多分钟、30分钟一集的这种东西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对吧？几个人一起讨论剧本，然后一起去拍出去，最后就哪怕发在这个西瓜视频里头，对吧？我觉得西瓜视频，我是比较认可的。我觉得西瓜视频是我目前觉得，是最好的一个这个视频这种原创这种，合作的好视频，好这个平台，我觉得可以这样从这样一个起步开始出发，对吧？但是感觉好像很多人去了那儿不是这么个，就是这种状态，我感觉好像没怎么样，没怎么样就不行了，就要回去了，就哎呀，我真的是。会不会我就想我会不会遇到，好多都是这样的人。那么到那个时候我去了那儿呢，其实这个价值就很小了，因为你遇到好多都是说没有那个想法的人，那么你还是自己的一个状态。那么这儿和那儿其实是一样的，就变成这种感觉了。我就希望啊，还是有理想的人，真正有理想的人。有那个真正的觉悟的人再去那，我觉得比较好，不要轻易就放弃了，啊，就一下就回来了，就那种，没坚持几天，连一个月都坚持不到就回来了。你看一个事情行不行，你最起码得坚持个2、3年吧，我是这么觉得的，对吧？我是这么觉得。当然，我也可能这个话说的，好像就说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又没去，你是说人家不行。你就嫌人家吃不了苦，说人家吃不了苦，等你去了，你有可能还不如人家呢啊，有这个可能性啊，有这个可能性，有这个可能性。但我觉得我和他们肯定是不太一样的，不太一样哎，反正也是很纠结，这2天也是睡不好觉，在家里头呢也是挺麻烦的，挺这种，其实我也是真的很抑，也有抑郁的感觉了，真的很抑郁。看了好多东西，你包括这种好多这个，其实主要是还是看视频、看新闻嘛。看了好多东西都没有激起我的波澜，都是那种看的，哎，就是那种没有任何的思想情绪的这种反弹想法。然后呢，看这两天看那个什么，看起悬疑剧，我觉得悬就是。不只是国外的吧，国内的一些悬疑剧也挺好，就是那种悬疑剧我倒是挺感兴趣的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你看了好多这种悬疑剧，这种逻辑性，这种转折，这种高潮，这最后的真相大白，这种我感觉挺好。我觉得，悬疑剧其实是一个创作的这个方向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挺有前途，因为啥呢？这个我觉得成本低，不像你说拍一些科幻剧，成本高啊，你要制作，比如说外星人什么，你还得要，后期制作，这个成本会很高的。我觉得就是应该从一些低成本的作品开始，但是要剧情很好，剧情很丰富，不能是乱没有逻辑性的那种乱写，这必须得剧情好。所以我也建议那些，有想象力、有这个写作能力的人去那儿，可以一起合作，我觉得比较好，对吧？但是肯定得每天得去创造，肯定得创造讨论也好什么的这种，不能说，哎，每天这种恍恍惚惚的感觉，我真的是难受啊！我是这句话说给我自己听，当然也是说给和我类似的人听的这种，每天浑浑噩噩的这种。很难受，很难受。最近呢，我们这块儿，我不是之前，考驾驶本考下来，我是幸运的考下来了。这昨天通知的，这个所有的科目，全部暂停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疫情嘛，疫情好像又严重了，说要控制这个。哎呀，我真是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又心又纠结。哎呀，真麻烦了。
想出去的又这，然后又是那，感觉自己的这个人生方向好那个啥，好模糊。以前呢，最开始呢，我和我那个朋友是计划一起去的，他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最后也，我总觉得好像是对我也是不信任，对这个出去去横店也是不看好。确实，目前反馈来的大多数这种消息啊、信息啊，确实是去了横店这个。可能会损失很多钱吧，也不会说有个大的起色，确实是这样子。但我是挺想去的，我是挺想去，我是有自己的想法。我觉得，现在这个时代，互联网这个视频网站这么火，对吧？视频原创视频这么火，那么自己如果真的有想法，有这个想法的话，有这个剧情、有故事的话，你把它拍出来的话，哪怕咱们这个普通人嘛，哪怕你没有这个机会遇到这种好的导演呀，什么，好的演员、好的剧组也好，你自己招一帮，就是说去了横店有一帮这种志同道合的、都爱表演的人的话，我觉得拍出这个剧情，自己想要表达的剧情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拍出来之后，哪怕剪辑都很粗糙，什么都没有人专业，但是你最起码能把一个剧表现得通顺，让别人看得懂，而且生动，能感染人的话，我觉得也是有机会的，我觉得也是有机会的，对吧？然后你放在这个视频网站，哪怕就放在西瓜视频上，我觉得也是能慢慢发展起来的，我觉得，这就是我的一个努力方向吧。今天我也是，很压抑啊，想说一说，说到说到，别的东西我都不想说了。你像看了好多别的这个视频，我看视频其实就是在，我觉得是在一个接受知识、接受这种信息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说，有时候我会对一些视频做出一个反应，就是说一个想法反响，然后呢，也有几个这种小的这个看的视频的一个内容，我想说到一下，就这个视频我想长一点就说到说到，看了一个什么视频呢？看了一个男的吧，一个男的，咱就说一个大体事情，那个男的去一个这个教育机构，就是教外语的机构，那个领导是个女的。然后呢，这个领导呢就那啥，就勾引他。他说是勾引，但其实人家可能看他挺好的，人家喜欢他，想跟他就是发展嘛。他就说这是勾引，然后对着这个采访他的记者说，这个女领导勾引他什么怎么想跟他发生关系什么骚扰他，就是说性骚扰。但其实，这就跟这个社会当中这个男的追女的一样。说一些露骨的话，说些什么？那其实不是说，我觉得在我看来是正常的。为什么呢？那其实就是一个对你表达一种兴趣，对你有感兴趣的一个表达和一种暗示嘛。你不喜欢你就说不喜欢嘛，对吧？你不应该就是说曝光人家什么的，这我觉得很正常，对吧？总比什么都不说把你强摁倒在地，然后就强行跟你发生关系强吧，最起码他是有这个需求，有这个想法，是想，对吧？想跟你发展的，这其实就是一个，说的直白点，也是一个谈恋爱的一种方式吧，我觉得可以被理解。但是那个男的，我觉得说这个话有点不成熟，可能那个女的比这个男的大吧，觉得这个男的年轻、肉嫩，对吧？想那个啥，对吧？但是，我觉得这个男的表现得有点小气，就是不大气，说的那些话什么骚扰，什么骚扰不骚扰啊，对不对？很正常的一个事，让他说的很骚扰。你要是不喜欢，你就说我有女朋友了，或者说我不喜欢你，直接点，我不喜欢你，但是我可以和你做朋友，因为你是我领导嘛，可以就是说成为好朋友，这都可以嘛。你说人家骚扰你，这有点，对不对？有点那啥，就不太好。那么。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拜拜。